女嘉宾的情感状况呢，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去了解一下。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婚姻，老伴儿虽然不是什么浪漫的人，却给了我婚姻中最重要的东西。因为老伴儿吧在世的时候，他给我的就是我感觉哈可安全了，因为他无论是出车也好啊，就是在外头干啥也好，他挣回来的钱就是他一分都不带留，都给就给我自个儿支配。那么呢，我出去就是工作呀，或者是出去干嘛呀，他也就是特别放心。这个放心呢，是我们俩共同就是这个营造的呗。可惜他身体不好，得了脑瘤，2004年检查出来的，那么2006年的9月份他就离伴儿去了。老伴儿去世，我本打算自己生活，直到去年经历一场小病，才发现身边真的需要有一个人。老伴儿，老伴儿，老来是伴儿。我希望在爱的选择舞台，可以找到一个与我相伴到老的人。他是这样，因为2004年的时候，我们家是养车的，老公出车了，完了就是碰给人家人出车祸了。我们家人没啥事儿，但是那个家人就是老太太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应该有很多赔偿吧？对，有很多赔偿。那时候就是2004年的时候，一般家有个几万，就是3-4万块钱已经不少了哈。那他们要的多，完了那时候就拉点饥荒，拉点饥荒，就说意思就有债务了。完，但是我老公是不爱说的一个人，他可能就是着点急上点火。在2005年的时候啊，他就说偏头疼，完了我就在我们锦州附属医院给检查，当时就说不咋好，完了你上沈阳吧，完了我没上沈阳，直接就上北京了。上北京一检查，他就是脑瘤。那么当时前赔偿那个时候前还有点债务呢，那这个瞧不瞧？那但是我老公岁数小，那年我才42岁，完了那也得瞧。就这呢，就是做了手术，做完手术之后我搁那边待了28天。28天当中的话，我们住地下室，他住医院，我就住地下室那个旅店，那时候就30块钱。那么我一天就吃一顿饭。28天之后出院了，那时候我也借了不老少的债务，因为给老公就是瞧病嘛。那你这人缘也是不错，还行，就是持续的，因为车祸，因为生病一直在借钱的状态。完了，盯到他切完之后，他又长了，长了之后他就整个一个人就是这个嘴斜又眼歪了，就那样事儿的。完了，我就是我对象的他姐，就是我们大姑姐，就说呀，玉霞呀，不瞧了，因为这个病瞧不好。完，我个儿就这么想的，我说只要有他在的话，我回来的时候是能看着他，心里也挺好的。完，我说他就傻了的话，完了，他给炕上有那个人儿，也不挺好的。完，我又第二次我又借了40000块钱，借了40000块钱花了36000，完了在那会儿，就又做了第二次手术。第二次手术也就活不到6个月，完了就没了。就是2016年的9月9号嘛，没有之后的话，我感觉天塌了，就是。那您养这个大车呀，是他在的时候就一直在做这个，还是他走之后？他在的时候我们就养车啊，赶他走了的时候的，就是去前年的事，完我就租出去了。租出去之后的话，现在就是加上疫情，这不是也不好吗？不好，完我就给这车就卖了。那现在到现在为止，您的这个债务方面都还清了，完事儿了，都完事儿了。对，没完事儿的话，我也不能，因为这么多年过来了，我总感觉是啥呢？你如果你带着债务去找一个人，你说要找的人是咱要后半生要陪伴的人，那我姑娘呢？我姑娘，因为我孩子那时候也没搞对象嘛，完我就寻思她成家了。完了呢，我再找一个人，找一个人的话，就说后半生有个伴儿，就是这么想的。因为姑娘2015年结的婚，结完婚之后我就来到市里了，来到市里自个儿打拼点吧，就是做点啥。觉得这么看着他俩挺般配的。我看短片里边啊，感觉你好像如果说要不得个病的话，不得这场病，你还没想再找，没想什么病啊？就是这个。就耳石症说的，就是眩晕，就是床也翻了，房子也倒了，就那样事儿的。就是这个姐姐去的，完了就走不了，干脆就爬，就是吐的，你都那样事儿的。那是多长时间去就诊了？
哎呀，就犯病是气早犯的病，完了我这个姐姐就，我就找她，因为我姑娘离我远，他们是在新区，我是在老区。嗯。完了，孩子开车来，他不有红绿灯，他不是里面到不了吗？我就给这姐姐打电话，我姐夫他俩去了，去了之后的话，我就爬着出去，我恐怕是不行啊，我就先爬着出去把门开了，开了他俩进来之后就叫的120，完给我拉到医院。咋说呢哈？虽然这些年哈，我老公是2006年没有的啊，他去世了。那么这些年也就是造就了我，就是一种这样的，就说啊，在人家面前，就是说因为啥呢？就是说你是哭了或者叫了，啥事都不能解决，就是说给我变成了一个女强人。就是这个的啊，你是心里边很期待有一个男人能够激发你心里的温柔。我也想，因为今天吧，我来到这爱的选择，我寻思找一个人，他能给我一个家，能给就是说，在我无助的时候，他能哪管说句暖心的话，就说我有那个依靠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明白。你想找一个更知心的人，这个人能够是你生活当中最亲近的人，说点温暖话的人，是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跟他能，就是说别。就说以后走在一起了，过日子了，就是互相没有啥隔阂，没有啥心眼儿，能，因为人的后半生挺不容易的，就说能一起走完这个后半生，这是我要找的人。所以男嘉宾，您也是想要找一个这样心里边没隔阂的，能够彼此依靠的这样的人，对吧？是是啊，好，二位请起。